在聖誕報佳音的時候，你好，我是陳恩明，想和你分享幾句這個聖誕的意思，福音的意思。無奈之前翻譯過一本書，是上一任的 Canterbury 坎特布雷大主教 Rowan Williams 所寫的，是慢讀馬可，其中他就論到這個福音 Evangel 福音這個詞在古時那個的用法，給我都有幾大的一個的啟發，就是原來這個詞不是普通人用的，而是皇族才用的，是皇室有這個的宣布的時候是用這個的 Evangel 這個福音，可能是皇室的喜事，亦都是可能是其他的御令，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的意義呢，就是有這個福音宣告的時候，多數是一種是改朝換代的一個大喜的訊息，是很重大的消息。我記得他當時用這個的字呢，就是英文那個字呢，就是 under new management， 就是這個的新的時代、新的世代、新的權柄、新的做事方法，是新的制度，已經因著這個新的王朝而展開了。即是這個對我來說，是我們的人生、我們的信仰是很需要因著這位新生的君王而帶來一個全新的世代，也都是這個所謂天國的開始、末世的開始。這個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一個關於福音這個詞、這個含義的理解。另外一個令到我是非常之深刻的呢，就是我們時常唱新生王，這個王已經來到，其實天使來到宣告給瑪利亞聽，說他將要是懷孕生子的時候，都是講到這個的王，他要偉大，要稱為至高者的兒子，至高者兒子，而他要坐的是他的先祖大衛的那個位，就是雅各家的王。當然我們知道這個的王不單止是以色列民的王，而是整個宇宙的王。那這個王者基督為王，和福音這個新世代的開始，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在這個的聖誕，我希望藉著瑪利亞那個的尊主眾來到表達，其實這個是唯一正確對福音的反應，這個唯一是可以向這一位的降生的新生王，是神子降世唯一恰當的那個回應，也都唯一恰當的福音的宣講，對福音的回應。什麼意思呢？就是主權要逆手，就是宇宙的核心要轉變，就是我們要向己死，向神活，向罪死，向正義來到活。當天國的福音被扭曲或者是簡約成為死後長生的那一種所謂天堂福音的時候，我想我們就落入一個很大的信仰的危機那裡。我們以為信耶穌，叫人信耶穌都是叫人得這樣得那樣，其實信耶穌是真的得所謂永生，真的得那個什麼幸福，真的變得更加的有智慧，做人做得更加好，還是其實信靠耶穌其實最主要都是將自己的生命的主權是徹底的來到交回出來，將自己的生命是變成一種願意為主而捨去的生命。不知道這個會不會被人說是扭曲了我們一直所傳的福音呢？
咁當瑪利亞係話我心尊主為大，我寧以神我的救主為樂，呢一個咁樣嘅表述，呢一種咁樣嘅決定，唔係我哋呢一啲跟從耶穌基督嘅人所擁抱嘅嗰一個嘅信仰，所擁抱嘅價值觀念咧。我諗我哋真係要再深去到思考我哋所認識嘅信仰係一回咩嘅事咯。咁好似另外一位嘅牧者，好耐之前啊，1950几年寫嘅書，係講到呢一個嘅基督降世，道成肉身，親臨世間嘅時候，佢就係呢一位嘅上主，唔係一位不吃人間煙火、不顧人間嘅各種嘅苦困嘅上主，而係佢甘心嘅係介入一個咁樣嘅世界裏面。既然呢一位嘅主係親自介入世界裏面，我哋作為跟隨佢嘅人，我哋就冇理由唔容許呢一位主或者所謂天國價值觀念，佢想做嘅係透過我哋，並且佢親自再繼續喺呢個歷史上成就佢嗰個係扭轉成個歷史嘅去向，扭轉成個人類嘅命運，扭轉。佢嗰、那個或者係重拾翻佢應得嘅榮耀、應得嘅主權嗰一樣嘅嘢咯。咁唔知道你覺得點咧？我睇呢一個嘅瑪利亞講話，我心尊主為大，我寧以我嘅救主為樂嘅時候，佢同時係宣告咗佢所認識、所信靠嘅呢位主係一位點樣嘅主，話佢顧念侍女嘅卑微，那有權能嘅呢一位嘅。真活的上主为他成就了大事，他的名字是为圣的，他怜恤怜悯敬畏他的人，而他是用大能的膀臂将狂傲的人，他们心里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能够升高，叫饥饿的能够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即是怎样呢？他所做的一切，無論在以色列的歷史裏面，或者以後繼續因著神子降生而繼續成就的，豈不是全部都是貼地落地，介入人的艱苦，是伸張正義，是實施審判，是為人平反這個冤屈。他是一位是將這個的邪惡的力量、高傲的力量來到廢除的那一位。如果是的話，那我們應該是好像瑪利亞那樣說，因為主是我的主，因為我以祂為我的喜樂，所以我可以安心，在一切的壓迫，在一切的艱難裡面，我都知道是充滿著有盼望，因為主不會停止他的工作，他是信守他的承諾，他是歷史的主，他是堪足信賴的主。那瑪利亞所敬拜侍奉那一位，也都應該是我們敬拜侍奉那一位，我們信仰有福音可聽的人，接受福音的人，就是願我們的生命都是受著他完全的管治，全面的管治，是以祂為尊為貴，以祂為樂。我想這個就是我在這個的聖誕想跟你分享的，是尊主為大，如果主大過一切，以主為樂，如果主是我們的滿足，我們的喜樂，我們的生命應該有什麼的轉變呢？願主賜福你這個聖誕，再思福音的真意。